三个，大家变一个队伍。哎，对我乔哈基，哎，你既然那时候讲结界师的效果，那应该改叫图腾师还是叫什么吧？萨满好了啦，对啊，他德鲁伊好了啦，德鲁伊赞赞，自然界，因为不是加 buff 加一些效果嘛，对啊，放图腾加 buff 加效果，感觉就是萨满会做的事情，萨满吧，这是萨满会做的，对啊，应该萨满啊，嗯，拖拖泱泱，图腾，麻烦我，哎、欸，你这个角度怪怪的、欸，这个、我看到你在我的下面，哎、欸，最近对下面很敏感哦，不要这样哦。什么下面发光？对，什么核大橡胶发光？对啊，我下面大橡胶。是说，我刚刚听到繁星叫哈基，我以为你是叫他小哈基耶。啊啊啊！好，哎，小哈基哦，抓到！我是要叫哈基，先叫到巧可以吗？巧哈基，巧哈基，然后我就成小哈基。新人吗？新人吗？这是我灌夫性的概念吗？哎呀，哎呀，灌夫性，好好，我来写你。完了，此处有本，有本，有本，此处有本。舞女看到了吗？快画！完了，此处有本。他进步了，哇，他已经进进出出哎。感谢留言，巧克力不行了吧？巧克力留言。太不顺了，他已经狂掉很多次。你还是去大便好了，吃了吧？哦，所以是还要大便哦？不是他吧？是这个吗？不是他，我不知道。是他还是这个？没有说你还是去跟人家一起大便好了。大家中场休息一下。哎，这奇亚抹了法蜡哦，还是法雕？好了耶。有头哎，他动了吗？他动了。他有在动吗？可刚是又多了一个人进来啊。他推得动啊。那个大便是谁啊？拜拜，大便是谁？拜拜。一二，大便的有进来吗？怎么又多了？傻哎，又多一个人。哇，哎，多好多，有人公布是不是？一下子多很多啦，霸凌是不是？那个那个的都没有啊，那个都没有。不是，那个没有也是多好多，也多太多了。突然多两个哎，因为那大便的回来啦。啊！哎呦，回来！大便是谁？大便是谁？大便是谁？至少至少。那个电多一个啊，多一个而已。哦，十打十一可以啊。好，没有十一打十一没错啊，我们这边对啊，没错啊。嗯，你是说谁？我们大家都知道有对啊。嗯。啊啊啊啊啊！对啊，就对啊，嗯，对啊，就这个嘛，这个嘛，那个啦，那个啦。这个嘛，那个没有那个小雨在干嘛？我在看你的时候，你要撇头。赶快选对哦，不选对就没了。选对哦，那个 TTW 选对呀，对哦，选对吧？选不选？打他没输，还有输啊，还有输啊！哎呀，他还在看着输，快点选！还在到处晃。还在犹豫，还在犹豫。他是不会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他在找书，他找不到他那一本。哦，太多书了。100分，你们都好了吗？好了，好啊，好了，好了。紧张，直接掉入要不要提高啊？人这么多，不要了。怕吧？等一下变成四件了，四件装全部不见。我第一天了，再一分，再一分，有没有再一分？二十，还有没有再一分？二十二，再来二十二。死亡掉我可以提高到88吗？太高了，不要玩那么大是不是？你要玩这么大是不是？然后这可以个人调某个人的，他们会没有人想啊，这样会没有人要做装备啊。保留物12%，代表你有88%可以保留物品，好不好？好，可以。88保留，88遗失太可怕了。来了，板呢？好，哥，哦。
卡一下，卡了，卡了，卡了，甚至来爆卡，快了，有开始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啊！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，他们来了。那个附魔台，附魔台。挖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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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挖了。走走走走走，喜欢走喜欢，我挡他们，挡他们。走走走走，红萝卜，红萝卜。走走，还有后面的那个。我做了八个牛。哇！牛，揍他们！不是，我一直在想说，我们要先把它分解一下。走走走，你没事。输输输。哦，白痴哦，我以为你是坏人。一起打，一起打，一起打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有，我把刚刚魂全部打掉了，我把刚刚魂全部打掉了。快过来了，我就走了。砍不到啊！又来一个了，又来一个了。直接来了，我们家不晓得干嘛。好，这是书柜还在哦。感谢。你赶快打，赶快打，赶快打，书柜都拿了，都拿了。都对面的，对面的还在，刚刚有去骚扰一下。过去。哦，我忘记我八关会会会一下。会跑不起来吗？啊！没有合成台啊，不要少一个矿工。哎，那矿工这边很多合成台。矿里面，哦，看到看到了。巧克力在哪里？巧克力在矿洞。巧克力，你在左边，也在地上有。雨月，你前面有矿洞。啊！哦，我的天，好，你吸到了。啊！被钉被钉住，哎哎呦！哎呀！我还想秒。哎呀！没有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来来来，我们来。哦，今天好多。那我先自己穿好了。怎么了？没有，我有这边书柜，还有还有书柜。为什么你有一个铁衣服？我抢个，因为刚刚一群人抢走，抢走，都拿走，拿给我了。拿走。滴血，滴血，滴血，开始。完了，这日子都是我哎。大怎么都是你大的？你是料嘞？你怎么这么邪恶啊？哇，邪恶，邪恶团团。我才没有！邪恶熊猫，邪恶熊猫，杀三个，再杀两个就可以换那个促进器啊！我有两个，我现在两个，我现在两个了。哎，我现在剩三个。我助听促进器，我觉得给那个游侠，他就可以一直放陷阱，一直丢。那我要先放这个。对，好，可以先放陷阱。凶凶。那正常来讲，是先按 Ctrl 再按 W 才是跑最快吗？哦，对啊，卡，对啊，哦，这神秘的洞是什么？那个哪有洞？矿洞这边有四格洞。哦，好痛痛，四格洞，那就是正常，正常。哎，他们挖石头的啦，挖石头。矿工的石镐可以出去，然后回来是正常的。啊，矿工的什么？他的石镐 Q 出去，他的回来那个啊，因为你还没全装好，给你。没关系，他那个换一个铁就可以去换回来。对啊，只是你要等第二阶段。我们刚刚就有人一样被清掉了。对，好了，我装，我发现我被，喂，好激烈，好，真的，好激烈，打架哎。不是稿子，盾牌。哇，这剑打到爆！我就说你那段钢圣剑，大家在超容易断的，真的是断，钢断哎，接到像这种。那么激烈一定马上断，对啊，剑都比他好用，有够容易断。哎，我的也没了，不准拿命符打人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换木剑都比较好。没有没有铁吗？行，再挖再挖。要不要新的金剑啊 ？Q 出来，人太多了，那个打害羞了，打害羞了。谁说要二楼的？二楼拆掉。二楼拆掉，刚刚就是因为二楼没拆掉。刚刚都是那个两格高的草，气死！对啊，那两个高两个高草什么东西啊？讨厌！晚点我们来改一下地图啦，快气死了！铁给一拳挖，很多啊！两格草不行啊！一拳加油！没有啊，第一阶段有很多制作啊！有啦，我的太多了啦！头上还有，这里不用，这个不用，你就在下面挖就好。嫌弃。两亩，下面还有一个头上的哦，你知道吗？嫌弃两亩啊，哦，还有头上的，嫌弃两亩，那两亩好可怜，嫌弃嫌弃耶。我们以后有人第一阶段就是除草员啊，不是很棒吗？除草还是有新的职业，打草速度会那个打草是，然后会掉其他东西是，还不错哎。打草的时候会有 buff， 打草的时候会掉食物，种子会掉更多，打草会掉金蛇，打草金蛇，哇，好哦，会掉出蛇，还掉出蚯蚓啊。那是黑白相间的蛇吗？还可以酿啊！还在开玩笑？没秋了，某
你叫啦，妈咪，有人来喽，人来喽，发生的按钮事件吗？两个铁剑哦，好，哎，要附魔台跟我讲哦，在我手上，在我的副手上，它不会消失。我看不到，看不到，在你的副手上。青金石谁在挖？可以先附简单的、啊。我们有三个啊，一人一个坑。对，这按钮好恶心哦，不要这样摆。哇！被嫌弃了，嫌弃我按钮好不好？不要嫌弃良母了啦！会有恐惧症啊，密集恐惧症。放太近了是不是，你吵那么高也有恐惧症啊？不会不会不会会怕，这么高很可怕哎、欸，两个高的完全看不到。对啊，还回不到了。有一只河豚，高级长视线，因为水里可以有三只河豚。好，好。哎，惊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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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救人啊！来了来了，我没有武器打架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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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铁正在捕获你们。哇，我打赢了啦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，大家都很快就把他打赢。好，自己来比较输给你，输给你。对对对对，自己来比较快。你不要啊！我死啦！繁星，哎，繁星。刚好刚好你递出来，他绝对不会消失。他在我的副手也不会消失哦。好，我完全是全的副手。这是一个丢完就说好，你可以死了的概念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先付简单的吗？可以啊，投一先来基本的，保一就可以了。铁高，保一封印。铁高，我防二。哦，又来了啦！救我，巧克力救我！五阶裸体，他摔死了。他裸体，哎，没有锋利，好惨。先附别的。要就哇很多哇哇白痴哦，哇塞！我刚刚听起来没有蜂蜜，我说蜂蜜怎么了？蜜没有蜂蜜啊，也没有。柠檬也没有柠檬，它没有蜜。不然你要什么不死克星吗？已经很好了，好吗？好，把他当僵尸打吗？哇，他们中间这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各种摆阵，各种摆、啊。没有吃的？还有人没有铁装吗？哇，有，还有很多。箱子里有铁，自己来拿。没靠，帮我附个铁剑就好。打死他，以为他是敌人。漂亮啊！这按钮是怎样？哎，你抓到我！然后问那个做按钮的。问那个啊，熊猫啊。他想说放在那边干扰他们，对。是要玩那个跑酷是不是？八个按钮干嘛？哎，我跳不过去嘞。黄金。那这样我们下去就很可怕了。耶 ！NPC 一个。没事。哎，熊猫，去帮我和铁装全套。啊，那这个给你。这好难砍哦。对啊，高度问题。哇，哎，你下去就回不来了。没回来，可以可以可以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。哇，回来了回来了。来了来了。哇。我被咬。那边有陷阱哦。哪里哪里？哦，看到了。啊，小心小心。对。小心小心。有可以跳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哎，还有一个。那我才能我才能走我才能走我才能走。两个跳最合。对对对。踩了一个就全踩了，你要那么多金干嘛？我跌了一个路哦，他们应该过来。没有，我以为商店，商店还没开啊。哦，我不打，我不打，我放地球，拜拜。快了，快了，商店。我看到右边有人要爬山过来，重生好久哦，我刚刚右边是不是好？你缺了一个帽子，对，缺了一个，全身装都快没了。我等一下有人在拆按钮。给他拆哦！给他拆啊！按钮本命。干嘛挖按钮会扣分吗？会让他们分心。他的心会扣一点。等一下，我都会不会之后都跑出什么要按按钮？我在不惑，不要急啊！合成隐藏的按钮。赶快做按钮，找按钮游戏。来了。哎、欸，有人来了，那个青金石，他没有把那个附魔台挖走了啦。面包，附魔台，挖面包，挖走了啦。来，两个人，他们跑走了，附魔台被赶走了。
慢跑路、啊。巧克力附魔台呢？哎、欸，附近宝物失效。再买，再买，再买，再买。被拿走。我不要。绿宝石五个就可以了。我要垄断绿宝石市场。帮你买，我帮你买。好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这个洞还堵起来吗？红萝卜。嗯，黄金也可以，黄金。然后跑，往外跑了，往外跑了。要不要赌钱啊？那、啊、你说哪里？拿去买牛排。你们那个没问题。红要干嘛？那就头发。给你东西。我想不起来。跳上来干嘛？红死！看到奇怪的洞，都是先躲就是了。像是那什么东西？这是谁？打工仔来分东西。所以桥下现在是没有那个的。嗯。啊，巧克力不用买了，我这里有。哎呀，啊，不能买了，来不及了。哎哦、好吧，我怎么怀疑你刚刚整个半个身体在石头里面？来来，我教你，我教你，你站在金上面，这个教学，然后往下，你站在上面，然后往下挖。把自己没兴趣的教学，防御教学，嗯，没有、啊，家里的大箱子有牛排、哦，来来，自己挖挖看。好，好，我是不是太怕了？黄金这里，你去挖黄金啊，挖其他黄金啊。好，两个站在上面哦。哎、欸，挖，有没有？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这个。欸、沒了好了，快点，我要工作了，还我稿子。抱歉，打扰工作，不是不是，我是来问你。哎呦，你干嘛挡我？游侠可以来家里拿那个绝招促进器，我换了一个。好凶哦！我自己换了一个。我吗？凶哦！你是没看过我凶过哦？你问杰克。你是杰克，你一定没被凶过。你凶过。给附魔台，好像很有经验，有没有？当然，超有，怎么烧起来？你现在根本在跑腿，讲的好委屈哦、喔，超有。一千给我点、啊、箱子，52个，绝杀数据机可以放在副手吗？55个的副手没有效果啊，你可以拿，但没效果，你可以放着，至少它不会消失。啊！铁镐断了，我跑来对面挖红石了，